新年蒙恩，在这新的一年新的开始的新的一天，我们祝福大家有新的盼望，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新的祝福。耶、yeah, 是的，竟然是新的祝福，也、yeah, 谢谢大家在过去的几集里面一直不断的支持我们的福从何来。想想也是从去年到今年哦，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呢非常感恩有你们的陪伴，有你们的支持。是的，竟然是新的一年，那我们相信神的祝福已经临到你身上了。哎，那么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轻松长知识。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到轻松长知识这个环节。那上个星期呢 ，Terence 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家居的一些的风格的取向，那我们的主轴要是什么风格啊等等的。那我们讲呢，这个星期 Terence 又可以带给我们怎样的小知识呢？我们有请 Terence。好，谢谢大家。好，这个星期呢，我想跟大家研究一下颜色的配搭。Okay. 在家居里面呢，我们怎么样用颜色来表达我们的个性啊，或者我们的性格，或者我们喜欢的东西？那、我觉得颜色如果会的人就很简单。不会的人出色，对，像我这样我是完全投降的。是，所以、这个星期呢，可能我们就要探讨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样用一些的原理、一些的原则去把颜色去混搭，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搭配。好，话不多说，我们就很快就进入我们的主题。好，所以、你会觉得颜色一共分有多少种吗？它是 EZQ 三种吧，应该主轴吧。OK， 对，颜色其实主要是三种，可是我们眼睛看到我们说彩虹是七种颜色了。七种可是基本上在颜色里面呢，我们就主要会是分成三种，那就是红色、黄色跟蓝色。所以其他的颜色呢，都是从这三个主色里面把它配搭出来的。这个就是颜色的奥秘，我们就透过这个颜色的轮轴，我们叫 color wheel 来去了解颜色可以怎么样混搭。好。你看这个照片呢，就看到一共有好多种颜色，对，主要呢就是红色、黄色跟蓝色，其他的呢，红色跟蓝色把它配搭在一起呢，你就会得到紫色。OK， OK， 红色加黄色拿到的话就会是一个橙色。OK， 同样红色跟橙色接出来的就是一个红橙颜色，所以这个原理是很简单的。哦，原来是这样，是真的。你可以回家试试看用颜色来配搭 mix 起来，其实就是这样的。Okay, 现在我们要如果我们要做混搭，我们可以怎么样配呢？ Okay, 如果你用红色跟青色来配搭呢，它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圣诞树是，对，它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很明显、很抢眼的，对，是没有错的。所以，如果你用紫色跟黄色呢，它也同样会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色。如果你要它比较 body body 的，比较能够有比较能够和谐的，比较没有那么多冲击的，那么你就可以选它隔壁左的颜色、或者是右边的颜色。那这个呢，看起来呢就比较温和一点。是，同样的，你用青色配这个蓝绿跟这个浅青，都一定能够配得到的。OK， 好，我们就用一个比较更设计的例子来让大家看一下颜色的配搭的威力。好。这张照片呢，其实就主要是用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颜色的混搭。OK， 左边的照片呢是一个对比的颜色，是黄色跟蓝色的一个对比。中间呢，它是比较温和，它是用邻近的一个颜色，所以它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强烈，是比较温和，是比较warm 一点，是 okay, 比较 cool 一点点。另外的一个这个颜色呢，就是更强烈的一个的红色跟绿色的一个的混搭。好。所以你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红跟绿的一个配搭，可能对你来说这个是很强烈的，但是接受不了。对，但是它的确是一种很有个人风味、个人品味的一个的表达。对对 对，有些人的确会喜欢的。是是是。这张图呢，我们是用一个紫色跟黄色的一个的配搭。Oh, OK。这个整体的照片呢，其实都是比较偏蓝偏紫。是 OK。可是。当它搭配一个黄色，它就很明显的一个的跳脱，对对吗？你可以看到吗？对，所以在你的家，可能你主要的颜色是喜欢紫色或者是深蓝色，可是你配搭一个的创色，就是你选它对面的颜色，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的效果。哇，所以 eye catching 啊，就是你进你的家的时候，哇，一看就看到。对对对，它的确会是一个很 catching 的，是，所以这个的混搭就很成功了。OK。所以这些呢也是一些颜色的混搭，有些人会比较喜欢比较冷的色系，是，所以你就可以选择一些的主要是冷的色系，可是它却不单调，
它也有白色，有层次感，层次感的颜色。Oh, OK。所以你的家里面，你要粉刷你的墙，或者是你要买一些的配件，你就可以选择这些的颜色。是，这些都是参考的颜色。OK。好，第二个呢 ？OK， 这个也是一种的不同颜色的层次。嗯。可是它们是比较互搭的。哎，它们都是同一个 family 里面的。Okay. 所以这个看起来也很温暖，也很。很舒服的一个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的创击力。好了，看完之后我们大家都可以大概明白颜色的这个混搭，最主要呢就是其实就是如果你找到的你要比较明显的一个混搭，你就可以选择创色，对面就找对面的颜色、okay. 就比如说蓝色你就找一个黄色来混搭，如果你是要更创的就是一个青色对红色、如果你比较喜欢温和的你就可以找它的左右边的一个颜色来做这个配搭，这个的原则就肯定没有错的。OK， 完全明白。是，那我们真的很谢谢 Terence， 我相信我也长知识，你也会长知识。那我相信呢，当我们刚刚好要接近新年，我们要粉刷我们家的时候，记得先找你自己的风格，然后再找你的颜色。那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同样地点我们再见，我们今天轻松长知识就到这里，大家再见哦。再见。哎呀，11点了啊，哇，这底摩地啊，从今天早上已经交代他去做东西到现在还没有给我消息，真的一点信任都不可以的。哎，你看，你看，你看，老板娘就是这样子，每一天都是打电话来 check 我的，一天打10多次，麻烦的要死。Hello， 是 Timothy 是吗？啊，是啊，老板娘。Timothy， 你在哪里啊？我现在在家里吗？啊，在家里。啊，今天早上9点半我已经联络你，叫你去找这个张老板去拿一张支票啊。你现在11点了，你跟我讲你在家里啊？老板娘，今天你不是说我早上我要去 office 做 paperwork， 然后中午要去收车拿回来，然后我哪里还有这么多时间去找张老板拿支票？搞错啊，你就是这样咯，我每一次交代你的东西你都是给我很多借口的啦，怎么样可以相信你呢？哎呦，老板娘，你不是这样子讲的，你看哦，现在讲是好像是 CMCO 好像很声浪这样子哦，但是你看哦，我又要跑去 office， 又要跑去那边，又要跑去那边，要跟你一天处理这样多东西，你还不信任我，你还对我这样子这样多的啰嗦。哎呦，信任你啊，可以相信你啊，母猪都可以上树了，真的是啊，怎么要叫我交代大事情给你呢？真的是啊，哎呦，你真的啊，一点都不可以给我相信的啦。哇，如果老板娘你这样子讲的话，我就没有话讲了，是这样子了。我才不要跟你讲嘛！什么态度来的？这个员工真的是气死我了！各位观众，在每一段的关系里，不管是夫妻、亲子、兄弟姐妹、朋友、婆媳、妯娌、老板与员工，哇，太多了！不管是什么关系，信任是保持关系良好很重要的元素。古人有一句话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无谓的猜测还有过度的猜疑呢，只会破坏关系又累人累己，何苦呢？放轻松，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前，千万不要以为这样以为那样，先选择相信对方，给对方足够的空间还有时间来解释整件事情，之后再来定夺也不迟啊。适度的信任不但免去了自己的疲累还有精神紧绷，也可以让对方和你轻松相处，双方都得益处，何乐而不为呢？虽然有些人真的会让我们失望，但千万不要因为一些人而让自己陷入无法信任别人的窘境里，导致自己失去了安全感啊。那迟了啊，打个电话给 Timothy 先问看他怎样。哎呀，不懂什么事呢，这个时间老板娘打电话给我还是接了。Hello， 老板娘。是 Timothy， 你在哪里啊？我在家里啊。啊，在家里？哦。今天早上9点半，我不是交代你要去跟张老板拿一张支票吗？哦，老板娘是这样子的，因为张老板说他今天早上有一个特别的会议，所以就把他就说那个的支票叫我下午才过去。
哎呀，不好意思啊，老板娘，我一下子忘记告诉了你这件事，让你担心哦。好好好，明白明白了，没问题没问题。一路来呢，我交代你的东西呢，我都是很放心，相信你做事情。好了，这样就麻烦你今天下午再一次去跟张老板拿那张支票咯。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会帮你办成这件事，你放心好了。对对对，这样顺便就帮我搬运了，好不好？可以，没有问题，老板娘，我做事你放心。谢谢谢谢。好的好的好的，拜拜拜拜。嗯，你们看，信任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免去不必要的争吵。我要祝福大家，从今天开始，把关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同时呢，也帮助自己成为可以被信任的人。我是小慧，我是宪美，我是宏源。君子曰，与你有约。大家好，我是李新才。我是国山，我是宏源。我们三个人呢，过去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们都是一个吸毒者。好，今天我们先请罗宏源弟兄来分享你吸毒到戒毒的历程。16岁我就开始不喜欢读书，就很快的就离开学校。那时候我记得一离开学校之后，我进入工作，我就开始染上一些的软性的毒品。那时候我觉得这些的软性毒品呢是不会上瘾的，除了白粉以外，就一直到我30多岁的那一年，我的事业达到了一个的高峰的时候，我为了要寻找更刺激的生活，那个的时候我就开始染上了这个的冰毒的这个的毒品。我很记得，当我染上这个冰毒的毒品之后，我的性格就很暴躁，完全的不像我自己以前的我，开始慢慢也与家人的关系不和不好。除了这个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不好以外，更导致我和我太太的婚姻也进入了一个的婚姻破裂。我记得当我走到没有路好走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的2009年12月23号，我记得那一天的晚上，有一个的朋友他就约了我去教会的一个的布道会。那天的晚上我也吸了大量的冰毒进去教会。哇，打满油了。打满油了，对。我觉得我很嗨，听了牧师的讲道之后，那天的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一个的反应，我也接受了耶稣。当我接受了耶稣之后，那天的晚上我回到家，我不懂为什么，我就把家里的收藏的这些的毒品还有一些吸毒的工具完全的丢掉。哇，神迹。真的，我现在我回想起，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第二天之后，我就开始对自己说，我要回去教会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我就不停的一直有去崇拜，有去参加小组来到 GA 我也参加了我也上了 GA 的学房。上了学房之后，我开始就与家人的关系就开始和好，和我的太太的这个的婚姻再一次的修复回来，不断的改变我自己，能够成为今天的 GA 的一位的同工，这个是我非常感恩的一件事。很棒你。好，我们听听国山弟兄你的见证又如何啊。我在大概25岁那一年就染上了毒品。那有一次我去购买毒品，就遇上了警察，被逮着了，把我送进拘留所里面。当时在拘留所我非常的害怕，我说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忽然间我就想起我母亲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她说，国善，你在外工作，若你遇上困难，你要呼求耶稣，呼求耶稣来救你。那个当时候呢，我就非常的迫切，我闭上我眼睛，我痛哭，我流泪，我呼求耶稣说，耶稣啊，请你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感谢神，圣灵大大的充满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毒瘾被释放了。感谢神，我离开拘留所之后呢，我就要求我的母亲说，妈，你带我去教会，我要更认识耶稣。我母亲就带我上教会。那弟兄姐妹们呢，
都很接纳我，很包容我，他们知道我的过去，我就开始学习读圣经，开始祷告和敬拜神。更重要的，我要参加小组，我的生命要被牧养，被我的组长来包容我，帮助我。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一生就是奉献给神了。后来感谢神，我也成为了 GA61 灵粮堂的同工。更要感谢神的知道啊，神给我一位漂亮能干的太太，还有两位可爱的女儿，所以我要这一生是神救了我，我要奉献一生去服侍他，将荣耀归给神。哇，你们两个都很棒哦。我十六岁呢就吸了第一口的海洛因，以后为了白粉的时候呢，我做尽所有的坏事，直到33岁那一年，我一个以前吸毒的朋友找上门，我看他穿得非常的不一样，他问我你想戒毒吗？我说这17年里面我用所尽所有的办法我都不能够脱，你有办法吗？他说在没有跟你讲戒毒之前想跟你玩一个游戏，我就说好。他说如果你有特异功能能知道自己多少岁死，你给你自己多少岁死呢？我就随口一答55岁。他问我为什么55岁，我说55岁之后我退休了，儿女长大了啊。他说55岁太难算了，我给你60岁，请问你今年几岁？我33岁。60岁到33岁呢有27年，不过呢如果你要戒毒呢，你就要用2年的时间来认识我的朋友。我就问他你的朋友是谁这么厉害？他说耶稣。好，我听了从桌椅子上几乎要掉下来。然后呢当下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就跟着他去了戒毒所。在戒毒所里面呢，我用尽了2年的时间，我读经祷告，更多的认识神。在这2年里面呢，我脱离了毒瘾。神对我讲了一句话，你什么身份蒙召你就持守什么身份。所以我继续留在戒毒所里服侍，服侍了12年，直到2008年我来了主耶，进入了学房。在这学房里面更加更新我的生命。我要感谢神，在这25年里面，神使我脱离毒瘾，脱离贫穷，脱离捆绑。今天呢我有一个新造人的人的身份。我也感谢神呢，神帮助耶稣帮助了我的一家，我的4个孩子呢都能够完成大学的。各位朋友，如果你还沉溺在瘾癖当中无法解脱，今天呢这个又真又活的耶稣他可以帮助到你，就好像希勒他怎么样帮助我们3位。这个时候呢你跟我做一个的祷告。主耶稣，我以前不认识你的时候，我做了许多的事情冒犯我的家人，得罪了神。今天呢我诚信来到你面前，求你原谅我的过患。这个时候呢我求你进入我的心中来做我的王，你的宝血来洁净我的心思意念，你来管理我的生活，管理我的言语行为，管理我的心思意念，让我可以从隐蔽中当中脱掉，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你耶稣，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2021年第一个开始，我们听了这个会说话的生命，那我相信呢我们在荧幕前的朋友们，你的生命也同样可以得着突破，可以得着翻转。若过去你被很多的隐蔽，被捆绑，被辖制，甚至你觉得没有自由，不能够走出来，我要告诉你，新的一年开始有耶稣你就能够有改变。那我邀请你呢跟我做接受耶稣的祷告，我们一起来。主耶稣，我要谢谢你，因为在2021年的开始，我要邀请你进入我生命的里面。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得罪了你，但是我相信你是可以帮助我的。主啊，我打开我的心门，邀请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帮助我生命里面所有被捆绑、被辖制的，甚至一切的隐蔽都要离开我的生命。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那我相信呢，当你跟我做同样的祷告的时候，耶稣就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而且我要宣告你的生命会要突破，也有翻转。还记得见证里面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只是一个开始，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有举例，也要有陪伴。那我邀请你呢真的扫描我们荧幕前的二维码，填上你个人资料，因为我们的同工真的很想帮助你，也陪伴你走过你的人生的这些的低处。让我们一起来填上你个人资料，然后让我们同工来联络你。是的，因着有耶稣，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Amen。 我们可以脱去旧人，成为新人。
那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浮虫何来，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6点约定你哦，是的，拜拜。